难的开启，坚强不向困难低头，笨蛋善变猫，哗啦啦不动就会下岗。没水了，不对，这哪来的？奇怪，我花洒呢？哎呀，怎么回事？突然没水了。喵，这是停水了吧？不，停水会提前通知，而且小镇也出现了怪事。这怎么都在浇水呀、看吧，我就是没水了。崎岖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好，出动吧。时间，凯奇，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嘿嘿，突然没水，我这澡才洗到一半呢。快去洗手间把它弄好。哦，好，我马上回来。唉，真是的，这次关键时刻发生在1096年中国北宋时期的广州。当时途经广州的大文豪苏东坡，发现百姓们的饮用水质量很差，并想出了自来水系统。通过架设管道，将山上的泉水运到城里供大家使用。隔壁，隔壁的，对，事关重大，我们马上出发。凯奇，你好了没有啊？来了来了，头可断，血可流，发心不可乱。青青，有镜子吗？找臭美啊！赶紧出发呀！等等，时间飞船，提去变形。分析，这里的水碱度超标，不适合饮用。隔壁的，得赶紧找到东坡先生。你们要找苏大人，我早上看见他带着一群人上不见山了。不见山？哦，好，谢谢，我们走吧。苏大人，您这是在干什么呢？啊，等会儿就知道了。接上吧。是。接好了，苏大人。看，这样有水流出，就说明这些主管没有堵塞。哦，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找到出问题的位置。是的，有了这管道，泉水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城里。哇，真棒！太好，没水了！谢谢苏大人。太好了，太好了！前进，不准陷阱！啊，你这柠檬精，为什么要搞破坏？想知道？来，凑过来，那就是命令。柠檬，翻手合体！逆转光枪，喷光，凡人，没事了，东坡先生。啊，诸位少侠士，这里就交给我们崎岖特工队吧，您先回避一下。有劳了。开招，冲天火箭拳。
根据分析，我们的攻击都会被变成化符笑掉。可得得没得米哥米哥哥哥哥，对，这么多本喵看你还怎么变。可得可你们会被自己的话打到。哇，好，那就简单多了。光进追走，不进被发现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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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没想到吧，惊不惊喜？没想到吧，惊不惊喜？糟了，竹藤要被破坏掉了。好，是你逼本喵的，现在只能用画画来战胜画画了。我潜心修炼，一只出色的漫画喵啦！嘿嘿，哎，哈！你想干嘛？出来吧，我的无敌名画！哇哦！啊！这小人画挺有意思的。后一名完成，嘿嘿，声东击西大作战成功。去吧，五彩大炮。
谢谢。再见。谢谢。谢谢。东坡大叔，如果你活在我们时代，那国漫就直接起飞了呀。啊，好了，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太好了，秦教官。怎么了？有件事很重要，而且要绝对保密。你冷静，慢慢说。我们需要你帮忙做出一样东西。凯奇，加油，加油，加油！哥哥的，网球王子来了，看好喽！看看看，赶紧练完回家，本喵忙着打游戏呢。奇趣扣杀！喵！啊不！抱歉，意外。凯奇。信我，我可以的。看招！嘿，哈，嘿，嘿，呀，奇了怪了，我就不信了。嘿，奇趣再上！为什么？凯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等等，你们等等，这是有紧急通信。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好，出动吧。哎呀，闪电猫，你就消消气嘛。呵呵，球球都中本喵帅脸，这是意外，你信吗？初步分析，根据波粒二象性、墨菲定律和波尔理论，原本处于微观不确定叠加混沌态的击球目标，因为第二宇宙法则和熵增定律相乘导致的必然不可逆性，变成了客观存在事实。戈壁戈登，说人话，谢谢。简单来说，凯奇打球必中闪电猫。哼。好，你以后不准碰网球，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哎，等等，我请问我可以解说了吗？请。这次的关键时刻是网球。1873年，英国少校温菲尔德改进了法国贵族游戏掌球，从而设计出了如今风靡全球、有数十亿粉丝的网球。根据资料，因为简单易懂，网球首次披露就大受好评。第一印象最重要，所以绝不能让蒙查查破坏网球首秀。好，是时候解开我封印的右手，展现我真正的网。我什么？不准我！好吧，出动。时间飞船，奇趣变形。这里就是网球发源地，英国温布尔登的全英草地槌球俱乐部。救命！网球太可怕！是打网球还是打仗啊？耶耶！10连胜，无敌最强还是我！嚣张！
本庙这就弹飞你。不行，暴力解决，大家还是不会对网球感兴趣的。哦，太野蛮了。就是，一点也不优雅。没意思，毫无游戏体验。喵，那该怎么办呀？我有办法，以牙还牙，以网球对网球。本庙心好累，不想说了。不过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个大块头先生，我想您也累了，要不……不不，我才不要下场，我要打十个。啊，这……放心吧，上校大叔，看本庙华丽迎球，刷回观众好感动。快快，我其实真的可以，加油！加油！各就位，四球制一局定胜负，开始。看机，特凡对艾顺，嘿！你在火箭升空呢，发球又不是扔得高就厉害。嘿！龙卷风扣杀！什么？哇！这费德宁得分0-15。哼，你还差得远呢。我抗议，为啥网球有必杀？为啥必杀还有特效字？还有你刚刚那句抄袭啊。那个抱歉，这运动我刚改良不久，具体规则还没细定呢。不踢打不过找借口，羞羞脸。什么？可恶，再来。加油加油，龙卷风空杀。来得好，同一招对喵斗士是没用的。嘿，哎，光替我闪，看招，高难度回球，你帅吧？嘿，0-30。哼，这次蒙查查有点本事啊，看来会是一场苦战了。喂，还不是你光顾着耍帅啊！行行行，别骂了，本喵这就用秘密武器，保准秒杀坏柠檬。哎呦，这还太快！加油！龙卷风扣杀！有飞碟！好，超频射击！15-30。瞧，这还能救回，感觉还挺好玩的嘛。对，我也觉得。这边需要换人，请问大块头先生有意见吗？赶紧赶紧，别浪费时间。好，艾儿出动。等等，我有一个计划，凑过来。来吧，我来当你的对手。不气，没用没用，你弱爆了。开招，念力临时发球，呼呼，落点预测，简单啦，是吗？嘿嘿，哎，哈，过分，被你踢甩了。这是我的嘟嘟网球拍，怎么不可以吗？可恶，生气了。30-30。好，嘟嘟，我们乘胜之际念力发球。好嘞，精彩。加油啊，加油啊，手滑了。嘿，
没用没用，球路锁定，旋转出球，耶耶，赢了赢了！还没有，通天万能步，去吧，奇趣，超高空扣杀！糟了糟了，看不见了，哥哥别动，凯奇好棒！糟了糟了，本喵回来啦。落点突然变了，喵。啥情况啊？40-40，最后一球，数据分析成功率300%。凯奇，我有办法，发球吧。嘿，快，闪电猫跑起来。明白，光进追踪。开始落点运算。好，落点变了，瞧瞧，奇了怪怪，落点怎么变来变去？这无法运算，变了。忘了，比赛结束，猫咪先生队获胜。我也想试试看。耶！不不，生气了，不准不准，开始搞破坏。好啊。我就开个玩笑啦。哇！谢谢，多亏你们，大家才能喜欢上网球。根据分析，最该被谢谢的应该是某喵的帅脸。不是我超出色的球技吧？凯奇，你还好意思说？抱歉抱歉。好了，奇趣特工，愿我成功。对不起，救救主队长，我们来晚了。不，分析正好结束，马上出发。违反时空管理法的犯人青青就在初代特工的时间点。差一点，还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是现在。收到，资料转移。传输成功，时空数据融合确认。数据融合确认。没什么难得住我这聪明智慧的脑瓜。完成了，完美的时间标尺，我柠檬博士的时间标尺。鼓掌鼓掌。艾尔九九九他们以为封锁了时空技术我就没辙了，天真。所以第一次精准穿越去哪儿好啊？我早想好了，去找我那发明时间标尺的曾曾曾曾曾爷爷。啥？时间标尺是博士室的曾曾曾曾曾爷爷发明的？没错，去告诉他，他的智慧基因没有消失，到我这儿还究极进化了，就算被全世界孤立，我还是成功了。我看还有谁敢嘲笑我。时空锁定，坐标确认。曾曾曾曾曾爷爷，我来喽！只要能精准去到指定时间点，那我就可以。一切正常。奇怪，凯奇的定位一直在房间，又在睡懒觉吗？不对，怎么都不在？难道他们没带奇趣徽章就出去了？
这边这边，凯奇，你们藏得够深呢。这是不让青青发现的最好绝招。凯奇同志，秘密会晤怎么样啦？报告，青椒博士准备好了。戈壁，别高的。对，别那么大声。好，快去青椒博士那吧。等等，秒。青青，真是粗心鬼，你们的奇趣徽章落在房间了。为什么忘了？谢谢。啊，我是肚子疼，去了公共厕所，清光紧急就没带了。对，本喵盯着他去的。哦，艾尔，你说。我去买菜了，啥都不知道。是吗？对。我们真的不是有事情要瞒着你去。艾尔，你肚子也疼了吧？哼，有问题。行了，定位信号都屏蔽掉了，这一点小事儿至于吗？这让青青发现可就坏大事了。什么？坏大事？其实大家可以跟青青说清楚的。不，都这时候了，摊牌有用吗？计划继续。摊牌不能就这么简单算了，等青青回去飞船，我们就得让他好看。他们想对付我，难道他们都知道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根据分析，这是敌人的圈套，不过我也还是要行动。没错，因为你是奇趣特工队。呀吼，柠檬中线第一名。完蛋，忘了问博士谁是曾爷爷了，赶紧连。哇，不进双击谁呀？抱歉，我刚才不小心。是青青。蒙查查在这儿。等等，蒙查查怎么会认识我？原来青青你怎么偷了？哪个坏蛋，我帮你教训他。不，我只是沙子进了眼睛。对了，为什么你会认得我？是哦，你还没见过我呢。等等，我就是你的好朋友毛查查。我都没见过你，还好朋友？没关系，博士给我的设定就是这样的，不管苦恼、悲伤还是孤单，我都在你身边呀。这是柠檬博士给你的任务。陪你就是我的任务。他不是专门造出来捣乱的吗？为了照顾你，我可以变成各种形态。博士说了。听着，青青闷了你要变玩具，青青困了你就变枕头，衣食住行一样不缺。对，就是这样，敢不敢动？以为做这种东西就可以了，他根本什么都不懂。我最讨厌爸爸了。青青，理应多次拒捕，现已正式被列为特级时空罪犯。请别再无畏反抗。哼，别欺负青青。你是？危险程度可以忽略不计，继续逮捕。收到，奇趣捕手，发射。三爽发起！
确认敌意，切换战斗模式。蒙查查，快跑！光能捕手，大拍掌！成功了！博士，做个小东西需要这么大动静吗？就是送女孩子的礼物，你可别加什么奇怪功能呀！哦，错了错了，做这个小东西花不了我多少钱。哇！我说的成功是指我改造完成的升级版时光机。这一次我开发出一种名为时间标尺的新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我把每一个时间空间通过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进行标识。根据分析，青青喜欢的几率99.99%。那就好，我们能去的时空也就越准确。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周年纪念日一定要给他一个大惊喜。喂喂，我可是发明了最新型的时光机，你们倒是夸夸我呀。时光机本喵用多了，重点是这项链。糟了，小镇那边有什么人在战斗，闹出大事了。什么？停！我们出动吧。我是无敌柠檬。你的顽强超乎预料，让我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坏。你们错犯了。我们还辛苦了，你们先撤退吧。抱歉，2299队长。不痛不痛，青青，你先走吧。不，他哪也去不了。激活时空囚笼。快点，快跑！青青，返回未来接受惩罚吧。不准耍青青。抱歉，规则就是规则。冲天火箭拳。蒙查查，怎么回事？救救青青。喂，你谁呀？你快放了青青。我在执行时空任务时常会遇到不同时代的奇趣特工队，但还是第一次遇到初代，请多指教前辈们。什么乱七八糟的，放开青青，不然别怪本喵弹飞你。我是未来奇趣特工队的队长艾尔999，是来逮捕特级时空罪犯的。你这来历不明，更像犯人吧。不，狗逼，检测到他的系统信号和我完全一致。啊，他真的是未来的奇趣特工队。不愧是艾尔初号机，既然误会解开，我要继续执行任务了。通天金刚剑，逆转光枪。隔壁呢？哼！各位初代前辈，你们这是？哼，还不懂吗？青青，是我们的伙伴。